原标题川岛芳子经典老照片并没传说中那么美，可却让男子都俯首称陈。川岛芳子经典老照片并没传说中那么美，可却让男子都俯首称陈。战争年间国家动荡不安，为了社会需要衍生了很多特殊的职业，间谍就是其中一种了。间谍是一件行走在刀尖上的工作，需要良好的演技不说，还需要十足的观察力，这个工作不是谁都能胜任的，国家用人也十分的考究，可以说能当上间谍肯定会有过人之处。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个间谍，据传他非常的美丽，可当他的经典照片曝光的时候，众人都改口了，他似乎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美，虽说不美，但他还是有办法让男人俯首称臣。这个神奇的女子叫做川岛芳子，她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日本间谍，她家境十分的不一般，这个女子背景很深，其实她并不是日本人，她是清朝一位亲王的女儿，按理说她其实是一个中国人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为何要去给日本当间谍呢？其实这也和清朝灭亡有关，他的父亲很不甘大清王朝就这么没了，他悲痛欲绝之下决定要复国，这复国一定要有很大的势力才行，于是他就想到了日本。为了复国，他丧心病狂的把自己的亲女儿送到了日本，川岛芳子因此也深受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熏陶，这让他有了扭曲的三观。成年后的川岛芳子回到了自己的国家，这回国其实是带着任务回的，那就是当日本的间谍。这川岛芳子没有辜负日本的期望，凭借着他精湛的演技，他参加了很多著名战役，例如918事变。在这些战役中，他心机很深，还诬陷了一个优秀的女子婉容，在一切水落石出后，他也有了魔头这个称谓。川岛芳子是如何混得如此风生水起呢？相传啊，是因为他优秀的面容和上等的姿色，才得以可以那么轻易地获得情报。据说川岛芳子身材妖娆，明眸清水，男人看一眼都会有想把她收了的冲动，再加上川岛芳子交际能力非常的出众，这对男人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，所以他手下很多大拿都很情愿的把得到的机密告诉他。川岛芳子很美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实的，川岛芳子的照片曝光后引来了一批争议。从川岛芳子的照片中可以看出来，她样貌也没有那样的出众，只能说是平平无奇。那这相貌没有相传的那么优秀，他是怎样从男人手中套取情报的呢？其实是川岛芳子智取的，他善于观测人心，选准那些三心二意的男子，再给他们下一个套，这些男人就会中计，把情报老老实实的交给川岛芳子。虽说川岛芳子是一个间谍，行为令人厌恶，但是他作为一位女性所经历的事情让旁观者都会感到心疼。他在日本的十余年备受欺凌，经历了非人的虐待，真可谓是可怜之人定会有可恨之处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